后面好像抓了摇毒机。这个真的很好，这素鸡清风蛋，这是冷的，一个热的。千层火锅，过节气氛炒，泡温泉，看手机，重点推荐，关系区，它可以躺在那，小甲洗头，宫崎骏，单独可以使用的，上厕所、洗澡、看戏。小舅舅要去的，想大家去泡汤哦，热血都来了，不畏寒风彻骨的，还是要来去夜冲啦。这次找到了一个台中五官的一个休闲农场，它全新还没正式开幕，它可以泡汤、车宿、车泊、露营。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跟我走 ，Go！ 泡汤的 Go！ 刚才那个200步，吃泡面。泡面吃完了，继续上路了。要去买双麒麟龙吃，那叫做什么双麒麟？那个起码全家有名，那个胖胖。哇、哦，有那么好吃吗？不知道。到了，够意啊！要来泡汤啊！哦，夜冲暗色色。哦，这夹大转夹大片。哇，走好久，好像走到山里面去。叶冲来的这个帅哥老板教我们怎么起火，爱下修水吼，这个回到原始，自己要下修水吼。是啊，从来没帮老婆起过、煮过洗澡水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然跟帮兄弟，你看帮兄弟起火了。挤出来这样。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所以你就是一般买的，
威廉哥，威廉哥，你有吃的吗？吃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我是为你煮，因为你不太吃。斩鸡，斩鸡，我这礼拜吃。角那个角落。感谢了，谢谢你。哇，我们那个木材用的太快了，来补货了。后悔你补到空气。对啊，没办法，就是会一次性补多一点。哇，这是星空帐。哇，嗯，这数据嘞。星空帐。来，来看看这数据，阿你摸嘞。大哥，大哥。哇，星空帐它里面它旁边有附个厕所卫浴的。啊，这边我们那边有这间里面哈、哦，它有温泉、啊，它有两个温泉，一个是冷的，一个热的，冷热都有啊。我想把你，它这张很美哦，旁边有一个洗手间。限量版的，特别有没有？限量版的，没有买全部黑色的、啊，就想说全黑，全部黑色的饼干也是黑色的。哎、啊，我想说会很厉害。你还要高啊！给我，看绿色，绿色给我。五官吊桥，明治温泉老街。千层火锅，露营有这种东西可以吃，真的要拍拍手、哦、开动咯，大家来吃咯，开吃。享受下午茶的时光，真的很爽。哇，欸、这也这个时候 的那个氛围很好。我是吃，现在都是吃康的。你说？不是，他是老师。过节气氛超浓厚的。
你看嘛嘞，泡温泉、看手机、看星空，好爽啊！圣诞鸡、松露炖饭。我刚刚讲错了，大哥这只鸡超好吃，重点推荐。对，那个啦，不用啦。怎么干嘛拆？就自己来，这只不好意思哦。就是要开行径。别走，别走。脆脆的。你有拿黑醋？黑醋。粉浆蛋饼，超专业的。是好。假的啊。来。吃过吗？这个是鲔鱼，鲔鱼蛋饼哈。喜欢很多很多。可是有点辣，哎，有小虾米哦，好喝哎，很好。要拿高葱吗？拿脚，拿脚。尖角，那个颜色就对了啊。对了，啊，哎，伊话你也看，你们他早提了，一百分啦。我提了。今天很高兴碰到我们一个很当地的朋友卓小姐，来一起跟我们介绍这个园区。我先生很爱他这块土地，然后现在我要讲的五叶松林从这边。哦，这边是五叶松林，对，一直到路大那个横贯公路，我们种了1200。那边有洗手间，上面有温度表。对，我第一次看到浴室里面它会有现在的水温的温度表。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对，因为我们为了安全，其实我们不用瓦斯，我们是用电的，我们整个用电热水器。好，那让游客知道说现在是几度，你可以进去吗？太阳屋顶是这样，像这样，那我们是凹进去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鱼缸。我们当初想接雨水进鱼缸，这个人多的时候我们是开放的，就是有没有他进来，我们会有鱼缸。我们当初是想要在鱼缸里养鱼，呵呵，就是一开始的想法。对，我们很特别。嗯，你看我们用的建材，全部用过，三方，里面都放过。这个经理鱼池是长在这里。观星区，它可以躺在那里。它当初盖的时候是要可以躺在那里看星星。我们的小甲溪，我们这条叫小甲溪。哦，小甲溪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下面有一条大甲溪。然后我们这条小甲溪呢，会从东势到古关，然后每一会这条是叫小甲溪，下面有一条大甲溪。因为下面有一条大甲溪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园区里面的叫小甲溪。对，这是我的特色哦。我们会做告示牌，让它从东势进来，就是横贯公路的零开始，一直进去到古关，然后会有标示。所以这一条到时候会做成对，类似从进来的时候得到大甲溪上面所有的里冷啊、白冷啊、天冷啊，有没有？天冷啊，今天很冷。啊，这个房子。是我们的守卫室，我们有工作人员在。我相信没有一个录音区有24小时的守卫。对。每一颗大概都有30年的。
老梅过年来的时候，哎，整个梅就是开花盛开。这个和这个应该会有。露营区，这个是露营区的浴室，它是一样用我们当地它的一个石那个木材锁下去做。这个设计师很强，很厉害。而且它的门哦，都是已经用到那个古法的想法，用酸的，不是用铁建的。这是我们的星空区，然后在这里特别看星空，然后这里的午夜松都是30年以上的老树了，然后我们让它自然成长。这里为什么叫星空区？因为就想让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所有灯都关掉。哎，是。然后让在草地这边搭帐的人可以看到星空。然后你看我们这些石头，我们的设计师说要像天空之城的那个日本作家，要那个是他的构想。宫崎骏。哎，宫崎骏。对。是星空区啊。也是一个可以搭帐篷的帐篷区。你有看到雨棚区加看台，叫雨棚看台区。哦，所以这边是有雨棚的，那看台是因为可以看到整个大甲溪，看到走过去看看。好啊。没有几帐，那边顶多搭个七帐吧。这边也是长。可以回来。让他卡到了终点，过一天可以回来。老板，我要带他来这里，我带他来这里，他很喜欢这里的氛围。我们现在这一个是景观屋，这里是我们的景观屋，我们叫做真材实料，真的木材用实料做成的景观屋，然后有特色是戏水池。每一个景观屋里面。都会有一个戏水池，是你单独可以使用的。对，夏天的时候呢，可以玩冷水，哦，白天也可以放冷水给小朋友玩水，烧热水，然后白天可以玩冷水。刚才这个每个区都会有一个独立的冰箱，这是厕所，我们看一下。厕所超大的，跟淋浴室，这是我们这个。独立单独使用的，很特别的是，它天花板也是用玻璃的，你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星空，上厕所、洗澡看星空，看出去都是大甲溪，全部靠边，那样，然后每一间的景观都不一样。上可以把水加热。这边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，我们要水要加热是自行来加热，营区会提供木材。然后我们自行来加热。一号错了。我们家的伊娃在帮我们擦车，超幸福。